很好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些已经完成的工程？你觉得有什么感觉？好像那些。好像这个走廊对每个人都很方便，下雨的时候不用淋到雨。好。很好。有什么建议？好像我们可以再进步了吗？就是很好了嘛，全部都已经改善了啦。那个公园也是很好啦，电梯也是不错啦，不过电梯有一点一个问题，出来他们全部放那个很滑的石了。老人家很多我都自己怕。可以ரொம்ப நன்றி.